大家哦，有已经找到人可以帮忙带佳佳了，所以呢，他现在非常的开心，可以出去晃晃啊，然后吃得好，喝得好，哇，这感觉好像比我过得还好哈、哦。现在隔离都做什么事哦？很多事可以做啊。其实每天呢，吃饱睡，睡饱吃呢，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。光吃。吃饱睡，睡饱吃这件事情，大概应该就用掉每天的一半的时间了。那剩下时间不外乎可以玩玩游戏啊，然后看看影片啊，留胡子是很正常吧？反正我现在在家里没什么事，就不需要特别刮胡子啊，你不觉得这样非常的性格吗？因为我是一个刮胡子呢挺麻烦的人，平常是因为要工作呢才需要把胡子刮掉，不然呢平常就不需要刮胡子，而且还可以把它留几毛，看能留多长哈、哦。居家隔离的期间能留多长是多长，留个络腮好了，身体非常好，感谢大家关心。现在一来没有发烧，二来没有鼻水，三来喉咙也不会痛，所以没什么大碍，非常好。感谢大家、哦、谢谢大家支持张震南。今天的播出有没有看呢？还是有我哈、哦。有什么讯息回我？等你。恁不应该半夜传讯息给我，昨我临上山回去时阵，都应该是阮太太看到讯息才移动啊。不怪，拄只夜放伊小妹。也很早来我家。头什么开？咱两个人关系，恁爸早晚拢会发现。我阁希望伊较早注意到嘞。安尼我就免冤冤约约，会当光明正大，伫咧外口牵你的手啊。咱个代志，照计划进行，你莫大做大意。我拢无咧惊，你是咧惊啥？咱不是讲好啊？咱的地位甲未来，还佮有等你进行的计划，袂用处理何差错。我讲过啊，交予我处理就好啊，好不？老婆。我回来。你今天较早回来，吃饱未？我无心情，吃袂落。我的婚戒摕回来啊，不过我想，你可能搁误会我，无心情吃袂落，我无用了，就赶紧回来。昨暝你看到这个讯息，还佫有相片，先生爸甲讲，你敢袂是认为相片内底迄个查某人是我外口的小三？敢不是？当然不是。我婚戒证件就摕转来啊，不过昨拜戏的时阵，佫临时予摕去做女主角的定情物，后来往拖去应酬，啉伤醉，袂记得摕转来，结果。都予遐个学生创治啊！因今仔日就问我，这讯息是毋是予你看到？结果我予你罚跪算盘，所以已读不回。我才知影，因传这讯息来甲我创治。你敢袂真正认为我对不起你？我经过我甲伟豪代志，我就是。咱之间已经无误会啊！
是啦，我承认，我看到讯息了后，我确实是有淡薄紧张。啊，不过经过顶届的代志，所以这届我啥物拢唔敢做，我嘛唔敢后白想，我着惊，我搁唔着。骗人！你若真正无后白想，哪有可能计点点啥物拢无？今仔日若是学生无问我讯息的代志，还是我无发现手机有啥物唔对，你是不是安尼一直怀疑落去？结果以后就对我无信心，嘛失去安全感。我嘛不确定。老婆，我拜托你，以后你心内有啥物话，你就直接讲出来，莫藏在心内底。我就算我会100%老实跟你讲，那是我的答案你无满意，你把我调开拍嘛不要紧，别对我无信心好吗？好，既然你安尼讲啊，我就直接问。你是安怎要把手机密码改掉？我知影是为着莫甲你吵起来，才会看你的讯息。我惊有啥物紧急代志爱联络，煞互我发现你把手机密码改掉。无啊。我无改，赶快去全全洗礼。你看，我想是你饲唔对啊，那无你试看卖。是啦，可能是我家己说话饲唔对啊。好，刚才这个没闹出什么糗味。